上面已经三天三夜了，都没下来。你瞧，这是妖怪呀！看来我不应该来。现在才知道，太晚了。留下点回忆行不行？我不要回忆，要的话留下你的人。这样只是得到我的肉体，并不能得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人了，我们不会有结果。你让我走吧。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